停下，停下，前面有个人，站在河边好像想不开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的？啊、不好意思啊，妹妹，你在这边干嘛？这风啊，怎么了？哦、啊，我是看到你站在这河边嘛，下面是河嘛，挺危险的，所以我路过这边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不开？你才想不开了，你把我手机撞下去了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去给你捡起来好不好？你去捡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妹妹，我把手机给你捡上来了，你看一下有没有损坏。你看坏了那么大一块儿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抬不了机了，抬不了机了。啊，你看嘛。哦，要不我们去前面镇上找个店检修一下吧。你们是不会是坏人吧？没事的，就是我是来这边旅游的，然后路过这边，然后看到你在河边嘛，本想来一个英雄救美呀，没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。行，看你们也不像坏人。好、啊、那走吧走吧，那我车在这里，上车吧。好的，好。哎，妹妹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二妹。二妹啊？啊。啊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把你手机给你弄坏了。没事。啊，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站在河边？没有，就是心情不好，然后呢，站在那儿吹吹风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以为你是想轻生呢。怎么可能？本来就是心情不好，在那儿吹风，没想到被你吓一跳，手机摔坏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手机给你摔坏了。那也没事，就手机本来就挺旧的。哦，那要不去前面我请你喝杯奶茶，然后看看，就说如果有手机店开着的话，等一下给你修一下好吧。行吧。好，那走吧走吧。哎，二妹。啊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把你手机给弄坏了。没事，就手机本来就旧的，然后好像刚看了一下，就刚好坏了，手机屏没坏。哦，那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啊，今天怎么一个人站在河边了？因为就是跟我男朋友嘛，准备都要结婚了，都彩礼都给了，然后今天看他手机，发现他出轨了，还跟我最好的闺蜜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跟他退婚嘛，然后他就说要赔双倍的彩礼，然后今天还跑到我家来闹，这样我心情不好就站在那边吹风而已。哦，那你确定不跟他在一起了吗？肯定不能了，哦，出轨了。哦，那没事，你等一下回去嘛，明天白天我去你家里，帮你想想办法，因为我们那边的话，不需要赔双倍彩礼的话。我们这边习俗就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不赔会怎么样？不赔他们肯定就会一直来闹，然后之前习俗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哦，那你等一下还是回去吧。我不回去了，我不想回去，因为他可能现在都在那边闹着呢，不回去了。哦，那怎么办？你带身份证没有？对了。那要不等一下你去找一个宾馆住吧。明天白天我开车送你回家，可以吗？啊，那行，那你先喝点奶茶吧，也平复一下心情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妹妹。啊。要不你就住这里吧。嗯，行。啊、要不你把身份证过来，我帮你开一间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开就行了。没事，因为我把你的那个手机膜给你弄坏了嘛，就当我是赔偿你的。嗯，没事，你太客气，我自己开门。那啊，没事，你身份证给我，身份证给我嘛，来来嘛，给我嘛啊。那我就帮你开吧啊。嗯。哎，妹妹，啊、我这边房给你开好了，这是你身份证，拿好啊。好的。那个房卡的话就在前台，你直接进去就行了。嗯，谢谢你们，太麻烦你们了哈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。那拜拜了哈，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啊，明天我中午过来接你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前面怎么有个人在背着一个人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山上。你从山上下来的，就是？我们从医院过来的，然后刚刚没有打到车子。哦，这样子，我也反正也往山上走嘛。然后你，要不你坐我车吧，我把你拉进去吧。没事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，再走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。我看你背得好辛苦啊，这都是上坡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上来吧，反正我也是往山上走。
你要上去吗？对对对，我顺便把你拉上去嘛。那好吧，你方便方便吗？没事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，方便方便。周总，上来吧，上吧，从这边上来啊。啊，上来上来吧。谢谢哈了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你好妹妹。你好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金谷。我姓王，你叫我王哥啊。旁边这个阿姨是你什么人啊？这是我妈妈。干嘛一直背着她呀？今天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然后今天刚出院，我们坐车到山下那个就找不到上的车子，然后就一直背了很久才上来。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今天要不是遇到你的话，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那我送你们回去吧。谢谢你哈。没事没事，你帮我指下路啊。嗯，好，等一下就是给你车费。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嗯，谢谢。王哥，前面帮我停一下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妹妹，这边就已经到了是吧？是。好的好的，那你们慢点啊。阿姨慢点。王哥，今天太辛苦你了。没事。到这儿了，这里就是我家，进去喝口水嘛。太麻烦了，不用了。走嘛，进去喝口水，你也没吃饭，去吃点饭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帮你拿着这个包吧。没事，我拿着。没事，我帮你拿着这个包。谢谢啊。你慢点扶着阿姨啊。好好好。王哥，这里就是我家，进去坐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没事。给我鸭子，快给我鸭子！给我鸭子！这么多不搞，这么多不下，先把饭给我鸭子。这么这么多不搞了，这么多不搞，这么多。你们干什么？这么这么打我，这么的，你看怎么事都。你这么多天嘛，这么，你手机学不上做一个什么个事？那这个事我这么啥啥，你就是嘛，我这样我心里心酸，我说了说心里心酸，俺做不到，我啥我心我这么心了。嗯，不要说。那还拉啥？你说了，还得吃了死了。谁敢？这你的妈。妹妹。嗯。你没事吧？刚刚那个是谁啊？那是我们的债主。怎么了？就是我是之前上大学嘛，然后就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是残疾的，也没有劳动能力，赚不到钱，就找他们借了几万块钱。然后来要债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然后前几年就是考上大学了嘛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多少人考过大学，我是村里面唯一一个就是考上大学的。爸爸妈妈就是不希望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就错过了，就借钱给我供我出读书。那你为什么读完大学不在大城市工作，要选择回来呢？就本来是想去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去外面奋斗的，但是爸爸妈妈就身体也不适嘛，所以就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，就留下来照顾他们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没想到你还挺孝顺的啊。妹妹，嗯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？我想当一名乡村的教师。哦，为什么要当一名乡村老师呢？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就是贫困的孩子，就是没有机会就是走出大山，而且我们这边的老师都是那种外面来的汉族的支教老师，没有当地的老师嘛，所以我想尽自己的一份青春奉献给大凉山。哦，那你这个理想非常好啊，你要加油啊。来，哥吃块土豆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本来想煮块腊肉给你吃的，但是今天唯一的一块腊肉被债主收走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土豆，我吃不惯腊肉啊。都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。没事没事。来，哥哥你再吃一个嘛。啊，不了不了，你这块土豆给阿姨吃嘛。不不不，我吃饱了，给阿姨吃啊。阿姨辛苦了。那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啊。你去拿什么？啊，你别管，我去拿个东西，稍等一下啊。好，金谷。哎，金谷。哎，我车上。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没事，刚好有一点东西。不是浪费钱。啊，这个红包我给阿姨封的啊。家里还有米呢。你们拿着，阿姨拿着。不要不要，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拿着吧。
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你再坐一会儿吧。不了不了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不好意思。拜拜了，拜拜。